小心装出来，我装出来。没有，我本身就这样。我今天心情好，等一下我还原一下他当时怎么做那个学校。有一天呢，真情依然的放得很不错，当然犯错的时候人就会不自觉想要装可爱，然后导演就在这两期里面问，哎，青青这次表现有点瑕疵哦，他就有点想撒一下娇吧，他对导演说，导演什么瑕疵哦？什么瑕疵哦？我受不了了！来来，现在位置看看。哎，导演，这个应该怎么说呢？哦，是吗？哦，这样子哦。哦，哎呀，后来，我不是这样。我要减盐了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人，什么？你在后面吗？真的吗？没错，是我。知道了。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？看，裤子太小了，重来一条。大爷，我觉得我还行。一趴，反应，给他推，推他，加你，这样搓，对吧？搓，这样搓哈，搓，然后缓口气，缓口气出来，对，搓后背。你们这纯粹就是想让他吃点醋是吧？是，刚刚一开始设计特别好，是这样。大大声，一起加油。对，是这样子的。上来叫我，你一定是这样的状态，要不就别人就会给我讲。啊，来，现在开始。别动，接下肩膀，下来叫。是心的我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嗯？啊！上车。摁喇叭。啊！摁喇叭也行了啊，行了。上车。我让车走了。来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拜拜。